鸡肉切丁，放料酒、生抽、糖、食盐、胡椒粉、花椒粉腌制。其他食材切丁备用。咖喱鸡饭的做法步骤：一、所有食材切丁备用，鸡丁腌制中；二、油热后放鸡丁煸炒，六、成熟后放入切好的食材；三、土豆烧变软后放咖喱酱，大火炖，最后放小黄瓜丁，翻炒起锅。